新闻正前方。晚上五点一到，刚子马上开唠。先说这沈阳的肖继芬老伙伴，今年80整，他家住在沈阳市沈河区现代家园小区，位置就在沈阳这个南乐郊路208号楼3单元6楼2号。肖继芬老人说呀，别看他今年已经80了，可是他是耳不聋眼不花，健步如飞，像18。而且这个肖老伙伴也是与时俱进，哎，智能手机玩的也贼溜，平时呢就乐意聊聊微信呢、哎、刷刷视频呢、还有上网查找一些个信息，可以说现在这是万事不求人。哎，比方说吧，他家房子因为在顶楼啊，属于年久失修，打今年雨季开始呢就一直漏雨。这老伙伴足不出户啊，用手机就找来了工人给他维修。可是这次维修的效果和后续的事情，这让他直发愁啊。我花9000块钱修我家的房漏点，现在钱花出去了，而且漏点不但没解决，反而还多了几处。他说这钱花的让他心里憋屈，没解决问题不说，还冒出了新的问题。我这个房子雨季开始6月末就开始漏，完然后是什么地方开始漏？我最初开始在厨房那地方，还有是咱们整个楼体的是走廊呢漏。他说当时厨房漏的他都不敢去做饭，很快客厅和卧室也相继出现了漏点。我去找物业，物业呢说的你这房子我们不管，我们修不了。这样我又找的办事处和社区，他们也说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维修基金。这种情况漏挺严重，我也不能等，我自己花钱去修。他说随后他在网上开始搜索防水维修的相关信息。我在7月是18号，我就正好突然搁网上就看，叫那个用注胶解决漏雨，能够挺10年左右。那个有联系电话，我写我的名，写我电话，然后就他给我回话，结果呢就小伙两个人上我家来了。来之后呢，他带一拿一个就是探测的什么东西，哪个漏能探测出来。我说哪那能探测出来，我是楼顶。他楼顶我们能修。他说那什么，我说那多少钱呢？4500块钱。他说用注胶的方式解决漏水问题对他来说毕竟算个新鲜事物，他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我说那光注胶那我看是解决不了，你带给我他们上面做上防水有软纸。他带给我那什么指定叫你不漏，我跟你液体的那什么油漆就是油蘸纸的性质，我再多给你点钱，那你给我9000吧。我说可以。他去完了进屋了，完了说大姨你把钱给我结账吧。我说那我说先养点钱，养够呢完你给我修，我没有别的意思，就这样我给他把钱，完现在有1000没给他呢。他说他万万没想到维修后第二天的一场雨就让他花大价钱进行的这次维修现了原形。22号给我修完之后，然后呢23、24这几天陆续下雨，我发现其他别的屋呢有漏，有厅啊走廊啊啥，不少处发现漏，漏的特别严重。他说这个维修效果让他很无语，他赶紧把工人叫了回来。这样我就找他，他说过两天给你过来，7月29号他过来了，给我家棚就拆了好一处，外打注胶。他说第二次维修工人从他家屋顶打眼注胶，他家屋顶好几处被开了天窗，可维修效果却一点没看着。他说这样指定你不漏了，但是呢后来还是漏，说下雨那一天还是漏，完我又找他一处，又找他一回，完他也来了。来完那什么玩意儿，
一个人搁住住脚，我还是漏，到现在这房继续漏。肖继芬老伙伴说呀，他就特别不能理解呀，这怎么还能越修越漏呢？自个儿这么多钱花出去了，咱说好歹得有点效果呀。他说好在工人承诺他了，可以保修十年，他也只能说发现哪漏了继续就找工人来维修。他跟工人就商量好了第三次维修啊，继续修。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咱们这老伙伴的房子最后到底修好没修好啊？别着急啊，呵呵，留点悬念，哎，勾搭勾搭你，不是那个吸引吸引你们啊。咱们一会儿接着再唠啊，先唠点别的啊。这个认识我这么多年了，各位伙伴们，呵呵，有多少伙伴还不知道我大名呢？是不是啊？肯定有。那伙伴说：“你不叫刚子吗？咋不知道呢？”跟头一阵那个挺火的电影里边有个袋鼠，你俩重名，净扯，那不是昵称吗？谁还能真姓刚叫刚子啊？是吧？重新介绍我自己一遍啊，鄙人姓李，名刚，全名叫李刚啊。哎呀，这个名字啊，说实话，在我们这个年代，可以说太普通了，普通到上学一个班最少得有俩重名的。我一直觉得你说咱姓这个姓木子李张王李赵，对吧？这么普通的姓，再怎么起名他能特别到哪去，是吧？重名难免。哎，没想到你看还得是啊，现在这个年轻人格局打开了。这不最近浙江台州有个小两口晒出来自己家那个孩子的出生证明，哎呀，上边登记的名字真是不一般，呵呵，孩子姓李啊，也是我们老李家的木子李啊，爹妈给起名字叫礼部尚书，呵呵，哎，没错，就是古代官职里边那个礼部尚书的谐音。嗯，你要姓户呢，叫户部尚书，哎，要姓兵，兵部尚书，姓邢，那就邢部侍郎，是吧？啊，这两口子为了起名也真是绞尽脑汁啊。姓李这两年流行的什么什么子轩子墨的，你看人俩没看上啊，就觉得没啥新意，也怕将来可能重名的要多啊。礼部尚书这名，你看一开始俩人就是开玩笑说，后来一直没有看得上眼的名字，怎么办？又觉得这名还真挺好，得了，谐音礼部尚书，行，这官职要搁到现在基本上得相当于宣传部加外交部再加个教育部部长，那是大员呐，那得多大官啊，是吧？寓意好，而且呢应该不能有跟咱重名的吧。于是乎这俩人就按照这名字给孩子报上户口了。现在孩子两岁，还没上幼儿园呢。你等到将来一上幼儿园上学了，班级老师一点名，礼部尚书到，臣有本启奏。你看这多有气势，是吧？哎呀，当然了，是这大号家里人一般也不叫，没事搁家叫礼部尚书，礼部有点绕嘴啊，家里边都叫小名啊。礼部尚书小名叫什么呢？铁蛋儿。这反差有点太大了，是吧？哎，你看人家铁蛋儿不是瞎起瞎叫的，也有依据。家里边说这孩子从小体检就缺铁，所以起这么个名叫铁蛋儿。你看，先给补一补，着不着吧，是吧？不得不说，你看起名这个事儿啊，好像也是个轮回。嗯，你听铁蛋儿的名熟不熟？感觉像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那个小名啊。你看每一个年代的小孩，不光大名它带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小名也是。你跟铁蛋差不多的，你像什么什么狗蛋子、铁柱子啊、翠花的啊，过去都讲的起个歪名好养活吗？嗯，要说这样的名
哎，盼着起这个名儿，能盼着孩子能健健康康长大。嗯哼，等到八九十年代啊，尤其我们这个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代人呗，小名相对就正经点了。嗯，什么乐乐啊、婷婷啊，是吧？什么大果了、什么小亮的，是吧？净这样式的。你等到八零九零后这一代当了爹妈了，再生孩子，这小名更花花啊，普遍就是。我看就分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动物啊，什么小虫虫，嗯，小鱼儿，小兔兔，还有那一类就吃的了，什么可乐了、汤圆了，啊，小花生、小葡萄的哈，基本都是妈妈怀孕时候得意吃啥，哎，孩子生下来就叫啥名，嗯，五谷杂粮、生鲜水果都给他叫遍了。我就认识一个伙伴，家里边老大这孩子叫豌豆，当时就合计，哎呀，起一个小点的吧，豆类挺可爱的哈，豌豆挺好。没想到过两年老二又意外出生了，你说老大豌豆就够小的了，老二这小名肯定比老大还得小啊，找一种粮食吧，不能大过他老大去。最后全家啊，从这个大米、小米、高粱米、苞米是吧，这些众多小名里边选中了一个芝麻。呵呵，对了，老二小名就叫芝麻。呵呵，哎呀，我都不敢想啊，他家要是真有老三可咋叫，叫点啥，嗯，还有啥比芝麻还小的吗，是吧？那得叫纳米呢。你说这小名起的不给自己留点后路啊。嗯，现在啊，给孩子起名可以说，哎呀，全家一起烧脑，从大名到小名，大名还得寓意好啊，还不想重名，小名呢还得有来历，还得好听还好记。来吧，各位说说你们吧，你们自己有没有小名？你喜欢自己的小名吗？或者说你给自己家孩子起的小名都有什么说道，什么寓意，是吧？微信平台来，咱们一起唠一唠啊。哎呀，问问大家伙儿，中考和高考，哎，最大的不同在哪？你们合计着啊，我可以先说出来一个，距离。你看中考以后基本也都在本地继续念高中啊，可是高考考上大学了，那可就天南海北哪都有了。嗯，下面要说这女孩就不一样，就在家附近上大学，嘿嘿，有多近呢？来，咱们一起看看。十七号那天，西安理工大学新生报到，别人都是大包小裹，甚至还得邮寄，但新生梁雨辰就不一样了，背个书包，拎个行李箱就够了。不是他个人物品少，也不是大件还没到，而是实在没必要。因为他家距离学校只有600米，缺啥了都来得及回家取，来回10分钟绰绰有余。杨雨辰说了，选择学校时第一个就相中了家边上的这所大学，这样就不怕想家没法回，爸妈也不用太担心。更重要的是，杨雨辰觉得这样很有归属感。很明显，这是个不想远走的小姑娘。网友评论，跟我正相反，我是能考多远就考多远呢。那个行为已经进入我们实施监控，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把杯子放下。几个男人推推搡搡，甚至有人举起杯子要爆头。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饭店里的监控突然开口说话，上来就自报家门。那几个人吵架的人注意了，我们是菜园派出所民警，你们的行为已经进入我们实施监控，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把杯子放下。民警一句话，立马打散了现场的火药味儿。举着杯子要打人的男人立马把手放了下来。前两天浙江舟山的这家饭店里，几位客人在吃宵夜，结果几句不和动手就要打，眼瞅着局面要失控，监控视频那头的民警隔空喊话，及时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打架斗殴。安系统有装一个这个监控在这边的话，就还是非常有安全感的。网友评论，建议全国推广啊。手上打着点滴的是重庆渝北的谢伙伴，住院完全是因为自己的马虎。
16号晚上跟同事一起上夜班的谢伙伴吃自嗨锅当宵夜，因为仨人之前谁都没吃过，谢伙伴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发热包和食材放在一块儿开始煮。仨人吃完之后都出现了肚子疼烧心的感觉，于是去了医院，医生说了三个人的胃都被灼伤了，只有小谢最严重，需要住院治疗。自嗨锅里的发热包以生石灰、活性炭、铁粉、铝粉等为主要成分，虽然没毒但是含碱性，如果误食可能会引起消化道灼伤。谢伙伴说了自己吃东西只看生产日期，从不看说明，不过从此以后长记性了。用力，用力，用力！反复咳痰喘，肺部没气力，可能是肺部受损，需要补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600多年的方子，甄选道地中药，蜂蜜古法秘制，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补肺丸，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妈妈去过很多地方，可是她说还是辽宁好，不光是好玩的地方多，好吃的更不少。哎呀，我的口水。走在这红墙里，空气中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街上的车水马龙，晚上的灯火璀璨，时刻提醒你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可别小瞧了烧烤，在锦州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妈妈说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儿很多，我想赶紧长大去发现去体验。每一位来辽宁的人其实在和我们一起发现。下面再来关注一下疫情的相关情况。昨天辽宁省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伙伴们，咱们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掉以轻心，继续严格的遵守防疫措施，希望这波疫情早日散去啊。昨天呢，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3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85例。刚刚沈阳通报最新的疫情防控情况，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9版要求，结合风险区疫情情况和区域全员核酸检测情况，经市疫情防控专家组研判，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今日17时下调铁西区部分地区风险等级，将铁西区晋思华庭小区、保利百合花园北园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区，将铁西区北至北一路、北一东路、南至北二东路、东至沈大高速铁路线、西至云峰北街区域除高风险以外区域调整为低风险区。人口老龄化这个是中国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国情。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18大以来老龄工作的进展与成效。截至2021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3亿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达49个，参保人员达1.45亿。截至今年1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36万个，床位812.6万张，床位数是2012年底的近2倍。
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多措并举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就便家门口的服务。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透露，十四五期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也在提速。今年二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尽快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逐步实现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扩大老年人慢性病用药报销范围，将更多慢性病用药纳入集中带量采购，降低老年人用药负担。目前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4000万人，失能老人的照护以及失能家庭的负担问题成为社会关注重点。长期护理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为失能人群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近年来，关于长护险的探索一直在进行，自2016年启动试点以来，目前已覆盖49个城市，1.45亿人。试点初期，大多数城市覆盖职工医保参保人，而现在越来越多试点城市的城乡居民也开始享受长护险。项目比较多，洗澡、洗头、剪指甲、剪脚指甲、手指甲，所有融入一起，他们都做得很好。要不然我们老两口照顾这个老太太，确实比较吃惊啊，比不上他们那个专业队伍里面的来帮助老太太做事的。既然提到咱们老伙伴哈，有这么一个名词不得不说，阿尔茨海默病。今天就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提到这个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老糊涂了，但是实际可没有这么简单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专家的说法。在复旦中山厦门医院的病房内，77岁的傅阿姨正准备出院。前不久，她被诊断为轻中度的阿尔兹海默症。傅阿姨的家人介绍说，3年前孩子们发现老人变得记不住事儿了。经过临床检查、神经心理量表评测及影像学检查，傅阿姨的表现符合阿尔茨海默症的诊断。医生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尤其近事记忆遗忘，也就是说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情，对年轻时的事情反而记得很清楚。目前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具体病因还不十分清楚，多数研究认为它与大脑神经系统的退化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且女性多于男性。60岁以上的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是同年龄段男性的2到3倍。然而从临床来看，目前仍有不少人对阿尔茨海默病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不少人认为老糊涂不是病不用治，还有很多患者家人认为反正治不好干脆放弃了。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所以被称为最温柔的绝症，但这不意味着无法治疗。通过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在全程来改善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延缓患者病情的加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快，阿尔茨海默病这一患病群体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那阿尔茨海默病在患病前是否已经向我们预警了呢？专家表示，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睡眠少、有抑郁倾向、头部受过外伤等都是致病的高危因素。此外，临床上还有专业筛查。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量表，会有8项。其中有几项比较重要，就是有没有觉得自己记性下降，有没有觉得自己记不住跟别人的约定，或者有没有觉得自己记不住当前的年月。最常用的我们还可以就画一个时钟，看自己能不能把时钟画好。回答以上问题有点困难，那我们还是建议及时就诊。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呢？专家表示，首先要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此外，充足的睡眠、合理的饮食、锻炼身体、良好的心境、脑力活动和亲友间的交往也能降低该病的发生率。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建设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控体系，帮助患者家庭做好照护服务。国家卫健委在部署2022年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项工作的时候，明确各地要结合实际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初筛服务，对初筛结果异常的老年人要指导其到上级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复查。另外，有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虽然年龄不大，似乎记性也不太好，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呢？年轻人出现记忆障碍的问题，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对概率比较低。有些有具有阿尔茨海默病家族遗传病史的，在这种家庭当中或者这种家族当中出现了记忆障碍，要去筛查。对此，专家表示，情绪障碍和睡眠障碍是年轻人出现记忆力下降的首要原因。情绪障碍如紧张、焦虑、情绪的低落等，而睡眠障碍比如睡眠时长不够、很难进入深度睡眠等，都会影响到记忆力。花牛苹果，世界著名的苹果，产自甘肃天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与蛇果、富士齐名，原生态高山种植，泉水灌溉，日照充足，不催熟，不打蜡，新鲜安全，果肉饱满细腻，香气浓郁，粉甜多汁，可以用勺挖着吃的苹果，都是为专属定制。天水花牛苹果十斤装只要49.9元，扫描二维码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找到都市会尽享好实惠。用力，用力，用力！反复咳痰喘，肺部没气力，可能是肺部受损，需要补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600多年的方子，甄选道地中药，蜂蜜古法秘制。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补肺丸，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腰椎间盘出了问题，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知辽宁大事，看全网热点，请登录北斗红梅客户端。全网整合推广，助力品牌升级，请加北斗 MCN。 北斗关心知天下。季节交替呀，最近这天儿越来越有秋天的感觉呀，早晚真冷哈。这一换季呢，不少女伙伴头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我又没衣服了，咋整？咋整？买吧，去逛商场去吧。一看人家那个店里边啊，那模特穿衣服瞅着都贼好看，怎么买回来来家里头穿到自己身上就不那么事儿了呢？问题在哪？没看出来吗？衣服还是那个衣服，差的呢就是身材呗。啊，我这大实话说的有点扎心啊哈，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人家模特都啥身材呀？大腿还没我胳膊粗呢，小腰那一捏都能捏折，比例还贼完美，披个麻袋那都能好看，是吧？那正常人我估计也不可能，很少找到那种身材。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不过最近上海的猪伙伴哎，发现一家店，可以说相当友好啊。这猪伙伴啊，逛街的过程当中，哎，突然看到这么一家女装店，嘿，这店里这假人模特一下把他吸引住了。我的妈，这模特这腿咋这粗呢？哎呀，这大粗胳膊，肚子还鼓出来了。哎呀，他第一眼吧，给他吓一跳，因为跟平常咱看的那种精瘦那个模特完全不一样。再看，他就忍不住拍案叫绝，这才对，模特就应该整成这样。不少的伙伴都觉得这个模特好像照我一比一复制似的呢啊！而且这不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状态吗？虽然说身材不完美，但这样的模特才有参考价值，是吧？你要都像过去整那种啊贼瘦的模特，衣服穿上是挺好看，但是不真实啊。要不这衣服得试呢，高档样品活人展示，是吧？咱们大多数人身上都有点小肉肉啊，有的肚腩子有点突出的，是吧？有女士就说了，我看的就是这样身材啊，穿出来衣服得啥样我得看明白呀。其实买衣服这玩意儿啊，咱说就跟那个剪头发差不多，哼，
我让理发师照着刘德华那样给我剪个发型，剪完了以后你看整体形象跟人比差远了，你说是头发的问题吗？主要是咱也没长人的脸呢，是吧？买衣服也一样，哎呀，想象中我也有模特穿出来那个效果啊，买了买回来一真穿上了，有可能都有点惨不忍睹了，是吧？不过有这种真实的模特，哎，那就好多了。有的人说了，那模特这样穿上衣服也不好看，谁还能买呀？哎，这就对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嘛，对不对？看模特穿上到底什么效果，哎，我就能知道我穿上到底什么样了。不好看，不好看我不买呗，是吧？所以说你这衣服适不适合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衣服如果说这样的模特穿上以后都好看，啊，显腿细，显瘦，那我就知道了，我穿上也这个效果。所以才说这样的模特参考价值非常大，是吧？模特的作用是干啥呀？不就让人参考的吗？而且这个模特他也不是胖太多，只不过就是跟以前的模特比呢更正常了一些，接近正常人了，哎，就是咱普通人的身材特别亲民。更何况以前咱们说过吧，有的那男模特，哎呀，是吧，男装的模特啤酒肚鼓的，这样的话呢能让这个顾客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传统的模特身材。哎，你看，当然了，这样的模特我们还是希望越多越好，起码它真实啊。商场要都是放这样的模特啊，那我以后也可以说我就是模特身材。而且吧，你看这样的模特它无形当中缓解了很多伙伴在身材上的一种焦虑，特别是咱们女伙伴现在也不知道怎的了，谁给定的非得就得瘦，瘦就是美，瘦就好，一个个不管多少斤都说自己胖，都要减肥啊。咱们虽然说不鼓励过度肥胖，但也应该坦然接受咱们正常的身材，是吧？咱也不能过度追求瘦去，健康就是最好的。像这种更贴近大众身材的模特，我希望能再多点，是吧？也没规定咋模特就必须得瘦得跟火柴棍似的，你们说呢，是吧？对这个事儿，各位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微信平台咱也来唠唠啊。这种模特你喜不喜欢，是吧？行了，说天气啊，今天这天啊给我都整不会了。你说冷吧，早起来穿衬裤，哎，你都不热，你等到中午太阳一出来，艳阳高照，根本穿不住外套，你出去溜达一会儿，哎呀，这给我整的整一身汗，有点像咱前两天说早穿棉袄午穿纱的意思，是吧？风还不小，过了这么多个秋天，我忽然感觉我有点不会穿衣服了，是吧？明天气温咋样啊？是冷是热呀？还是忽冷忽热呀？赶紧具体情况让袁倩给咱们详细说说吧。此刻沈阳室外的温度是23度，西南风呢是4级左右。在户外的体感感受呢，不能用凉爽来形容，而是有一些凉。因为已经进入深秋时节了，所以说在户外一定要穿上长袖的西服外套或者是风衣外套。那么明天呢，辽宁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降水会自西向东的展开。目前我们了解到呢，像沈阳、锦州、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地区、鞍山市区、海城、台安、营口市区、大石桥、盖州是有大雨的，局部将会出现暴雨。大连的南部、朝阳的西部、葫芦岛南部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其他地区是以中雨为主，局部呢将会出现大雨。上述地区的局部将会伴随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随着降雨的出现呢，明天气温也会应声下降，预计明天各地将降温1到7度，盘锦的最高气温将会跌至20度以下，而其他城市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也不高，20到22度之间。早间最低气温是11到18度，而且明天普遍风力是比较大的，预计省内大部分城市的风力会达到5到6级，最大的瞬时风力会达到9级上下。到了23号的时候呢，降水就会逐渐的减弱并且结束了。不过随着一场秋雨的到来，温度将会继续下降，也就是说23号周五这一天将是本周白天最冷的一天，外出的时候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好了，这一时段都市气象站就是这些，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季节让生命有温度，文字让历史有温度，灯火让黑夜有温度，我们让财富有温度，
中信银行，有温度的银行。黄金水源，富丝若碱，喝水只喝顶云泉。024-5266-9777。沈阳多云转中到大雨，14-21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18-22度。鞍山多云转中到大雨，17-21度。抚顺多云转小雨，11-20度。本溪多云转小到中雨，13-21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1-21度。锦州小雨转中到大雨，15-21度。营口多云转中到大雨，16-22度。阜新阵雨转大雨，12-20度。辽阳多云转中到大雨，15-22度。铁岭多云转中雨，15-21度。朝阳小雨转中雨，12-20度。盘锦小雨转中到大雨，15-19度。葫芦岛多云转阵雨，13-22度。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年年治，年年犯，咽督心肺同时调，慢病快治不手软。024-2276-7676。装修想省心省钱省事，找北轩装饰，电话18704072866。用力，用力，用力，反复咳痰喘，肺部没气力，可能是肺部受损，需要补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600多年的方子，甄选道地中药，蜂蜜古法秘制，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补肺丸，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张伙伴9月18号那天呢，去朋友家吃饭，当天呢不太想开车，他就打车上朋友家了。可是这趟朋友家去的他是非常上火呀。18号晚上八点半左右，我在那个我家楼下打车到那个大东区，龙之梦附近。下车之后，我因为直接到朋友的这个就是家里，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过程。他说在朋友家还没吃完饭呢，他一摸兜坏了。下车之后2个小时，我发现我的那个宝马这个液晶屏的智能钥匙丢失了，然后现在也特别着急。他说当时上车时他还看到了自己的车钥匙，可在吃饭时突然就没了，他怀疑可能是落在了出租车上。我发现车钥匙丢失之后呢，我就联系了我这个滴滴的这个手机软件的在线客服，然后也联系到了司机的电话，当天就马上给司机拨打了电话，然后司机师傅也特别热心，已经收车了，半夜了，完也去帮我上车里找寻钥匙。但是他回忆就是找了一下，就是车上找就是翻了很长时间没有翻到。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他也跟我说，我下车之后他又接了4名乘客去往不同的地点，然后可能车上也有小孩儿，我就那个在想啊，会不会咱们小朋友把那个当成玩具误带走了。听司机这么说，张女士赶紧报了警。我就报警了，咱们警察呢也联系了这个出租车公司，但是当天因为我打的这个车视频有故障，所以没开，也没有办法联系到所乘这个车的乘客。我这车钥匙比较难配，因为这个得需要从德国来订货，周期比较长，我也比较就是说担心，然后整个流程也比较繁琐。因为这个我这车钥匙吧是那个电脑配钥匙的，然后其实捡到的人呢一点用也没有，但对于我丢失人来说其实非常重要，然后心情也比较着急。现在张女士就希望和捡到自己车钥匙的人说两句。如果有捡到我的这个智能液晶屏的那个宝马车钥匙，能够这边好心人来归还。然后这块呢，我对咱们这个捡到的好心人也有1000块钱的酬谢，希望好心人捡到能够归还。9月18号晚上9点左右，
在沈阳龙之梦附近打车的伙伴，有捡着张伙伴钥匙的啊，024-2318-6688，给咱们来个电话，谢谢大伙了啊。苹果是家庭日常必备的健康水果，都市会在甘肃天水给各位带来了好闻好看又特别好吃的花牛苹果。它颜色红艳，果香浓郁，粉甜多汁。花牛苹果是国家驰名商标，和美国蛇果、日本富士齐名的世界三大著名苹果之一。现在正是花牛苹果一年一度的采收季节，新鲜采摘的苹果个个都是精苹果。为了寻找最正宗的花牛苹果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甘肃省天水市的天水镇。那这里呢，种植花牛苹果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听说呢，最好吃的花牛苹果就在这个古镇的高山顶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古镇去探寻一下。现在这块海拔大概多少米了？这边海拔有差不多有1600到1700米的样子。还要继续，还要往前走了。那最高地方就在那前面了。我们终于到了，这里真的是太美了，漫山遍野全都是苹果树，而且沁人心脾的这个果香也是扑鼻而来。那这里呢，就是全国唯一的世界级的红苹果产区，也是中外专家公认的世界苹果最优产区。从开花到结果，木打芦苇，木催熟，木打拉。苹果上面都套上这个纸袋是什么意思啊？纯子不鸟。无公害。花牛苹果呢，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第一个获得正式商标的苹果品牌。花牛苹果呢，不光名气大，营养价值更是一流的。它不仅含有丰富的果糖、苹果酸，还有维生素 C、钙、铁、锌等多种的矿物质，是所有水果当中的营养价值最接近完美的一个，被科学家誉为全方位的健康水果。花牛啊，它跟那个日本的富士、美国的蛇果，同属于世界三大那个品种之一，在整个世界上或国际上的都是比较公认的。海拔比较高嘛，气候好，光彩强度比较高，含糖量高嘛，它吃起来就是脆甜。这水都喷出去了啊，特别脆，特别甜，然后水分很足，苹果味儿特别的浓啊。刚开始它是脆甜。等过一段时间后，它就稍微有点发绵，老人小孩可以找一个那个小勺子，可以刮着吃，含在嘴里，它就稍微一咀嚼，它就轻轻地化下去了。但是那个口感的甜度也是一样的。就是得放几天会达到那种程度。一个月之后，冰箱里面有啥里面的可以，足足的两个月过春节，对吧？都可以吃。那咱们这个果子外面都套上这个网袋儿。就是因为那个从甘肃发到辽宁，有路途太遥远，害怕磕碰。花牛苹果的这个名气呢，绝对是与蛇果可以齐名的。市面上的蛇果呢，大概是一斤需要10多块钱左右。那咱们这个花牛苹果啊，这么一大箱10斤装啊，能装26到28个，才需要49.99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发到辽宁都市会的是现摘现发，就比较新鲜。那市场上售卖的苹果呢，大都需要预留出15天的销售期，没有熟透呢就得摘下来，口感呢肯定没有摘成熟的果子好，而且咱们卖的价格呢可比他们便宜太多了。我们会按照伙伴们下单的先后顺序，在原产地现摘直发，人工采摘筛选，赶上都市会的限时特惠，您可以多买几单给家人送亲友，都是特别划算，而且还非常有面子。咨询电话记好了，400-024-9952。真不愧是中华名果啊，这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呢，不光营养高，看着就好吃，新鲜采摘一年就一季，错过了要再想吃现摘的就得等明年了啊。带箱10斤装的花牛苹果才49.99，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买普通苹果可能也就这价了啊，更别说新鲜刚下树的花牛苹果，而且不管是营养还是口感都远超过市场上的普通苹果，保证您买回去全家老少都爱吃。那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底层找到都市会啊，大伙儿一进认准一进来的这个界面有咱们主持人的照片。咱们都市会呢没有电话销售，没有随机发送，买到手的产品外包装和商城图片展示的都一样。这个是咱们辽台都市频道的都市会，点进去就能抢购了，咨询电话是400-024-9952。
花牛苹果，世界著名的苹果，产自甘肃天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与蛇果、富士齐名，原生态高山种植，泉水灌溉，日照充足，不催熟，不打蜡，新鲜安全，果肉饱满细腻，香气浓郁，粉甜多汁，可以用勺挖着吃的苹果，都是为专属定制。天水花牛苹果十斤装只要49.9元，扫描二维码关注新闻正前方微信公众号，找到都市会尽享好实惠。用力，用力，用力！反复咳痰喘，肺部没气力，可能是肺部受损，需要补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600多年的方子，甄选道地中药，蜂蜜古法秘制，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补肺丸，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红云绞股蓝对症治疗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高血脂症常见症状，中药降血脂，快用国药准字红云制药绞股蓝总肝胶囊。红云制药。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红云绞股蓝对症治疗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高血脂症常见症状，中药降血脂，快用国药准字红云制药绞股蓝总肝胶囊。红云制药。腰椎间盘出了问题，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棋盘山赛特奥莱10周年庆重磅持续，23日至10月7日，全场低至1折，返店超汽车，团购券75团100，每团直接搜。9月24日抽汽车大奖，10周年庆生派对。最近呢，这天儿也转凉了，想要购置秋装的各位伙伴们啊，换季了嘛，周末呀、没事可以去沈阳棋盘山的赛特奥莱去逛一逛。赛特奥莱10周年庆第三波段的活动在9月23号到10月7号举行，这里都有什么呢？首先，百万补贴福利抢先得啊，提前抢，在美团搜索沈阳赛特奥莱，就可以得75块钱可以团购100块钱的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个团购券呢，不光是可以在全场300多个品牌低至1折的基础上还能使用，同时还可以叠加大牌商品多件折上折的优惠之后，再享受这个团购立减，可以说相当的合适。同时呢，消费达到一定额度还能够抽刮刮卡，礼品也非常丰厚，有最高1000块钱面值的奥莱礼卡，还有空气炸锅、砂锅宝等等这些礼品。24号的超级派对还要抽出咱们的终极大奖。之前在赛特奥莱投过这个奖券的各位小伙伴们啊，抽奖时间到了，别忘了啊。24号到赛特奥莱去参与抽这个大奖，当天抽什么呢？抽出迷你电动汽车一个，还有这个电视啊，还有大冰柜等等，超多的好礼啊！赛特10周年活动继续，优惠福利众多，这个周末就去逛一逛吧。关注沈阳赛特奥莱微信公众号，最新的营业时间以及最全的超值好货都在这里啊！地址就在沈阳市浑南区双园路36号。下面是沈阳赛特奥莱10周年大庆互动时间，看看微信平台啊。咱们刚才说这个起名这个事儿啊，我说了，我大名叫李刚，我上学的时候重名不少啊，几乎小学、中学都班里都有跟我一个名的。但是下边这互动颠覆我的认知了啊。雾里看海，他说。我上学的时候班级里有4个叫李刚的，老师上课一喊李刚，4个人全站起来了，老师就给起小名，大刚男、小刚男、大刚女、小刚女，
是吧？有点绕嘴，那也没办法。我为啥说颠覆我认知呢？我感觉我这名字，这男的叫啊，还有女孩叫这名字的吗？太强硬了，有点是吧？啊，这可能是啊，看这个女孩有点太柔弱，想让她以后刚强点是吧？给女孩起这个名啊，这你说一般里赶上四个两男两女，这个也挺稀奇的了是吧？我也算今天长见识了，跟我重名的这么多啊。得了，大伙儿还有什么想唠的？微信平台等着你们啊，赶紧跟咱们留言互动。下面咱还接着说新闻吧。开头咱们说沈阳的肖继芬老伙伴，80多岁了，房子漏水，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修防水的工人，钱可没少花，但是效果可太次了。本来说保修10年，可是商量好好的，第三次维修工人爽约了。8月中旬吧，他说上天津接孩子去，完然后回老家呢去送孩子上学，然后他告诉我9月1号回来，我左等右等也不来，我给他挂电话也不接，是微信也不接，把我黑给电话可能是拉黑了。他说当时来给他维修棚顶的3个工人，他现在一个也联系不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网上信息显示工人隶属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而且他们穿着的工作服上也有东方雨虹字样。既然联系不上工人，他给这家公司的客服打去了电话。您是要咨询什么问题？我想找王建良还有王鹏。您是哪里呢？我是沈阳。他是我们东方雨虹的员工是吗？对呀，是员工。就是通过您提供的这个名字，我跟您查是没有查到的。随后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工人的电话，对方接听了电话。保售后吧，保维修吧。保售后呀。保多长时间呢？6年。就是我这漏了就找你就行呗。对。找你能来不？能来啊。随后记者亮明了身份，询问了对方所属的公司。是雨虹吗？啊，我也反正他这个他是从网上点单的时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跟点外卖差不多，就是拍平台派单给我们，我们就直接就进上门去干活，知道吧？你跟雨虹有关系吗？是他的员工吗？不是。那你那个雨虹衣服哪来的？你要是没不是他的员工的话。拿我网上买的呀，网上买的多了，网上卖衣服的多了，你买什么衣服买不到。他说他是在一个网络平台上接的肖继芬这单活，为啥保修2次以后不再接听肖继芬的电话，回复肖继芬的微信？他是这么说的：那个他那我那个我做亏掉了，我管打料，那个料都打了10000多块钱了。您打的是什么料啊？就是放那个结晶石打进去的。正常做防水，烫油单不行吗？他那个楼面跟别的楼面还不一样，他那个楼面上面没法做的，他那个是悬空的，有80-90公分高了，空的，那里面是空的。肖继芬说当初工人是拍着胸脯保证交到病除的呀，现在这个维修效果又该怎么解释呢？那现在为什么比以前漏的面积要大了呢？他这个原因我们修的时间当时已经不漏了，过几天他从别的地方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又渗下来水，楼面我们看了，楼面就是你再铺他还是漏，他是从不知道从哪里漏的水。那现在该咋办呢？我的意思就叫那个大娘投诉那个平台，他从哪里点了单，他投诉到哪里就行了。肖继芬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平台上下的单，而且他压根儿不记得是哪一个平台。工人说他因为换了手机也不知道是哪个平台给他派的单，可既然当初信誓旦旦给顾客做了保修的承诺，关键时刻就得兑现不是？我们材料钱就用了13000多了，材料钱修了2次。你说我因为赔钱我就不管了，你怎么的也说不过去吧？那明天明天再该修一次吧，你怎么搞？好吧，你得保证给人整好，要不然你就给人退钱。好的，我知道了。既然有言在先，打保票管售后，那你就得负责到底呀。咱就不说一个老伙伴找着你了，这老年人办这么点事是多不容易呢啊！咱不说后续保修随叫随到，你最起码的眼门前的这个漏点你得给人修好，不能让人遭罪啊。
咱说句不好听的，就这岁数，是不是看人小伙伴年龄大了，搁这糊弄老太太呢？嗯，做防水的这位啊，王建良师傅是吧？能看着咱们节目吗？你要是说这家漏水挺严重，说我整不了，修不好，这活你可以不接，你把钱退回来，咱们老伙伴适当的给你点这个前期的这个手工活钱也可以。你要说保修，指定能修好，那你得露面啊，随叫随到啊。这眼瞅天越来越冷了，将心比心呐、啊。这要是你家父母、爷爷奶奶啥的，你自己家亲人住着漏水房子，你说你自己什么心情？这钱你挣的完，你花着安心吗？做人不能这么做啊，办事也不能这么办呐。你那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呢，是不是？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赶紧的出面给人解决问题，这才是上策啊。行了，最后还是提醒大伙儿，别忘了上抖音和快手关注咱们新闻正前方啊，在这两个 APP 搜索新闻正前方五个字关注上就可以了，认准蓝 V 标志啊。还有更多精彩的资讯，大家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经常坐地铁的伙伴估计有这种感觉啊，夏天空调这么一吹，小年轻人就觉得好凉快是吧，但老伙伴们就觉得哎呀太冷了，得披个外套。沈阳地铁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试行期间大伙体验的怎么样？稍后新北方咱们一块看一看好吧。好了，今天咱们就先唠到这儿，明天晚上五点整再跟大伙接着唠。这里就是我的家，初九隆冬教雪花，小伙伴们爱说话，你家就是我的家，勤劳的人们齐刷。